还有什么箱子？这个也开了，这开了，还有吗？箱子，因你之名，长夜难眠。 5334，这哪有字儿啊？不是，这是英文。这是英文，不是数字。这是哪一本书的名称？应该是。我觉得你说的对。哦，这样是不是？一二二三，还有没有箱子了？曹慧说：“你是不是有那个大病啊？你把卡都放在自己这儿干啥呢？”真的是。东方快车谋杀案，血字研究，漫长的告别。所以这是每一本书的作者的名字。阿加莎，阿加莎。头围最大，头围最小，相加，个位，百位数肯定是一样，那就是试一百次呗。哦，开了。啊！这么厉害你？没有 S。所以名字不对的话，这谁能答对啊？这已经打开了，说没打开。嗨。小叔啊，因你之名，我在这坐着呢，你干啥呀？你是在哪找的？我在这坐着呢。不，你给我看一看，我也找给你，我找着给你吧，分儿放心。你没解开吗？我得看着，你看着有啥用啊？你看，我也得看，我得、啊、你也找书呢。东方列车，你别干嘛？到了，有五个字。三节车厢啊，隔三年，七号站台，四号广场，所以就可能是他们相应的这个英文名的按提示的字母来。嗨，五三七四，嗨，五三七四，什么玩意儿？五三七四？几个几位数？英文名？谁英文名？谁英文名？不是5374吗？哎呀，太难了。还有吗，箱子？哦，这个，这是30分的这个吗？这是个坐标啊。嗯。-13、-4。啊，这个好算，这个我能算出。三项坐标。那为什么会对应四个数呢？找坐标就得找原点，原点在哪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三维坐标，-1，你去找第一排找音。啊，这有个坐标0。哦，这是坐标的原点。
XYZ。哦，然后是这个，一二三四是吧？是这个意思吗？负四在这儿，嗨。哇，哥你好牛啊！哥，你这把智商又占领高地了。我又占领高地了吧？1984。哥。1984。太牛了。1984。哥。哥，宝到位了。YYDS 就是万小福。咱现在都打开了吗？所有箱子啊，就差那个了吗？怎么着，开了吗？没有。看看。我在听，它是个问号。0000学校吗？没有。就差这一个了。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